是骡子是马，总要拉出来溜溜。在这一集里，我们要聆听 Minimo 六和 Minimo 八。担当音源的是 CEC 的转盘和 Apogee 的解码，担当前级的是上海老叶的作品。聆听的音乐分别是爵士女声一选曲，以及古典小提琴一选曲。这两种音乐，相信也是大部分使用这样类型的或者这样体积扬声器的发烧友的最爱了吧。我们把 Minimo 六换成 Minimo 八，搬运的时候你会感觉到还是 Minimo 八会沉手坠手一点点，但是两者差距不大。Minimo 六相对小一点，所以搬运比较方便，不是很重，然后设置的时候也不要大费周折。Thank you.
我们为 Minimo 6增加了一个低音炮，看看在低音炮的加持上声音会有什么变化。把 Minimo 6和 Minimo 8放在一起对谈是厂家可能最不愿意看到的事情，但是这恰恰是发烧友最喜闻乐见的娱乐活动。这次聆听之后，我觉得我比上次听 Minimo 8会更惊喜，理由是因为 Minimo 6让我更看到完成度，可能是因为全新设计的关系，所以厂家把这一年当中进行试验的一些新技术和新材料等等全部用到了新的作品上面。加湿内驱，内驱就是十四低音，好，啊，我来高音，高音外驱是内驱是十，外驱是十二。所以 Minimo 六听上去的感觉是那种现代派的声音，它是一种相对Minimo 八来讲更为开放、更为开扬、更为现代的这种听音感受，更适合年轻人，更适合 AV 用途或者更适合于桌面摆放。虽然是金属单元，但是因为设计师本人是听古典音乐的，尤其是他大量的听古典音乐，所以音色相对来说还是比较的柔和细腻，没有那种金属的金属味道。我相信你对六号箱的外观和声音，我们在下一集会听到我与一哥两个人的对谈，也会听到 Minimo 八的这个用户对这一对 Minimo 六的看法。第一次见到这辆声音是吧？